谢谢雨男的守护许愿瓶。大家早安，早安苍苍，大家可以先抢一下那个红包哦，有一个补偿红包。大家，你有很多抱枕，不然好像没有转发，对不对？我们一直就这样向前走。博伟你好，朱玲你好，今天别想太多。会，球场会送，球场有送我们。谢谢各位自由宝宝，这次真的有送。今天为大家展示的是我的帽帽，黑美帽。大顶的音乐哦，老皮哈喽，他的那个帽檐是平的，非常平。有，我有吃到烤鸭，大家都说很好吃的。威廉，谢谢阿龟的超级门票，就是很大，这应该是男生的尺寸。我们小手拉大手，一起郊游，今天别想太多。我啦啦啦啦，像北方的风，吹着南方暖洋洋的哀愁。我们小手拉大手，哎，他那个帽檐超平。向昨天挥挥手。阿雅你好，辉仔你好，李欧你好，谢谢阿龟的幸福摩天轮。这是不是随机礼啊？谢谢橘猫小鸡蹦蹦，谢谢苍苍的超星星。手机壳吗？有啊，手机壳有啊。
因为要举 LED 灯，所以一定会有手机壳。手机壳是最不用担心的周边，而且普哥尔很大方，谢谢梦的直播守护灵，所以普哥尔的不用担心。就手机壳，因为我们有一局都要举那个 LED 的灯，就是要拿手机举，所以我们都会有手机壳，都会举自己的这样。这个手机壳我觉得蛮好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它比上一版更好，因为它变轻了。上一版觉得比较重一点，然后这个变轻了，我觉得这款蛮好的，而且这款质感也不错。然后我蛮喜欢它的这个土感嘛，土感。对，叶佩模式没错。似水秋风你好。这个现在还买得到吗？手机壳还买得到对不对？我跟你们说，它真的变很轻，上一版的比较偏重，这一版我觉得变蛮轻的，但是它还是有它的那个防护的那个规格在。坏朋友你好，光之恨白你好。信仰从半剥落，拿掉防卫，剩下什么？那我跟你们说，为什么它变轻了？因为它后面没有那个散热的。但反正冬天也不用散热啊，对不对？它后面就少了那个散热的，但它旁边的防护还是很好。对，谢谢鱼的超新星门票，谢谢我也厉害。手机壳是不是预购的？好像是预购的。对啊，要推一下手机壳。大家感觉这没有在看手机壳，陆哥还，所以这个比较轻，然后我觉得蛮适合冬天的，因为它就没有那个上一个壳，它这边有一个散热的东西。谢谢超级门票，嗨勇哥。然后这个没有，这个比较背板那样。比较高调吗？你们想要高调是吗？谢谢翔哥，谢谢陆哥厉害。然后所以刚好比较轻，因为我觉得比较适合冬天，但是呢防护还是非常有的，它旁边还是非常有防护。对啊，之后应该会换这一款吧，因为我觉得比较轻，而且我蛮虽然有一点害羞啦，但是如果我想到你们也会用的话，就没那么害羞了。就大家一起用就不会害羞，就因为我是印自己脸蛮害羞，但我觉得是蛮可爱的。因为我蛮喜欢这次的形象照的。佳恩你好，蛮喜欢这次的这个主视觉，这叫什么？这不是形象照，主视觉。就是有蓝天，然后有彩虹这种主视觉，我蛮喜欢。你买了，一起换啊，这样就不孤单了。然后它这里还蛮好的，你看这里防护很好。就是它这个黑色的这个防护的，其实是超过它的那个背板，就它也比较像是一个背板这样。我自己蛮喜欢的，而且真的轻超多。对啊，我觉得这次的很可爱耶。这次的主视觉很可爱，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可以用一下，不然如果是自己的大脸的真的会害羞耶。对，这次也很好看。对啊，它有黑框，它外面是黑框包住，我觉得还不错。然后这边有我们的标志，我是推荐大家用啊。读酒还你好，如果你们很害羞的话也是可以用上一款没有脸只有号码，但上一款比较重，但它防护比较多，然后还可以散热。谢谢 Derek 的厉害，考虑赶快用。你也收藏也可以啊。那我是觉得蛮可爱的，这个我真的轻超多的，超赞。红毅你好，谢谢上上分享。而且普格尔真的是很大方，普格尔真的是很不错，可以收藏。对啊，唯一者你好。然后我今天有拿毛巾来，因为我还没有拆球团给我们，因为我太忙，不是太忙，在睡觉。小明片的分享，昨天回家就睡觉，起来就直播了。阿宪你好，所以还没开始用啊。对，没手机耶，阿贵好可惜哦。
换手机壳弄坏，这么刚好，对，猫在睡觉。然后这是我们这次的毛巾，毛巾我也觉得很可爱，就我蛮喜欢这个主视觉的，所以。因为其实女孩日通常会弄得很粉，但我觉得要粉的恰到其中会比较好一点。这次我就觉得有蛮好的，就是蓝天，然后字是粉这样。然后这一款毛巾是跟那个Yokoso 的材质比较像。谢谢棒你喝的厉害、欸。毛巾只有一种啊？啊，你说我们总共有出了几款毛巾吗？我们应该有三款毛巾了吧？我个人的话，它这一次的跟 Yokoso 的是一样的，然后跟第一个毛巾是短版的，就是不是短版，应该说什么宽长细版吗？然后这个比较宽，对，这是宽版的，它们材质不一样，然后它这个后面是比较厚实的那一种。我好认真在业配哦，小薇酱你好，欢迎大家购买我们的商品哦，噔噔噔噔噔。这个很可爱，乌秃一翠你好，六角形你好，我不知道我还没有看呢，我要看一下才知道，还没有去，因为它那个包在里面还没有拆开，帽子也难抢，这个吗？真的吗？帽子不是预购的吗？毛巾买不到了，现场没有吗？真的、哦，现在班被摇醒，对啊，害我昨天没有睡好。就昨天没睡好，所以才今天才睡那么晚，因为半夜被摇醒，很可怕哎、欸！谢谢曹曹，幸运谢谢曹。昨天的地震很可怕，外套好像要11月吧，好像11月。是哦，帽子只有现场有、哦。我觉得帽子很不错哎、欸，蛮帅的。而且其实，如果你戴帽子去球场就很好认，就很容易发现哎。戴的是希美的帽子，这样。正好问 Hello， 我只剩 T 和手机壳，那其他都不用业费，那其他收起来。手机壳赞赞哦，我们该换手机壳了，现场买就好。你现场没有买到吗？对啊，我们该换手机壳了，好不好？换起来哦。就爱神你好，我自己是。应该说，如果这一款跟上一款，我自己更喜欢这一款。对，因为上一款我觉得太黑了，太有点过黑。上一款啊，真的、哦、好可惜哦。可是我这一顶拿来抽奖，谢谢大家分享。毛巾正带，对，这件带我也有了。哦，网络的退不掉。Hello 瑞龙，太抢手了，这次的商品好像都卖得不错哎，而且人形立牌竟然也卖完了。到底谁买了我的人形立牌啊？只是害羞一点，对啊，就是偏害羞一点。但是我觉得如果很多人一起用，就不会觉得害羞了。所以现在就是要大家都买起来，大家一起用。但我觉得它整体的设计是非常好看的，帽子耶，我觉得我帽子很好看。而且我觉得帽子细节还蛮好的，哎呦，戴帽子头脑变了，细节蛮好的。你看这边还有号码，酷吧？拉库天 monkeys， 这边还有号码，谢谢高导厉害。然后呢，他这边是那个拉库天的那个这个贴纸，徽章组我真的没有哎、欸，徽章组真的就没有。谢静你好，谢谢嘎嘎厉害。徽章组好像真的数量很少。傲笑天子你好，哈哈你好。如果我们能在一起唱一首歌，对比以前有感情。对啊，手机壳很棒，我觉得蛮可爱的，真的，我觉得不会觉得奇怪，其实真的。在小红场真的吗？我是最佳推销员，是不是？第一次一早一大早球场，对啊，好像听说大家很早去排队哎。你下次送我，虽然我很想要，可是我觉得你买到也蛮好的啊。虽然我很想要，
手机壳很害羞，不会啦，大家一起用就不会害羞了啦。没有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难拿捏，因为如果元素太少，又会觉得哈好无聊。可是我直接放一个脸，又会觉得很害羞。但是这个真的是蛮好看的啦。下次再想，对啊，没关系，还有机会的。今年没有，明年也有，对不对？而且那个熊尼跟我说，他们去年的女孩趴的衣服是每一个人颜色不一样，我觉得好酷哦。就是他们的球衣会根据就是每一个人的颜色，会每一个人的感觉，然后颜色不一样，好像是这样，就很酷哎。觉得女孩趴真的是蛮除了目前都输球之外，真的是蛮好的。有买 logo 贴个整年代，赞赞，上班用起来。抱枕确定有的话，哎，有啊，抱枕有，因为抱枕很大，所以我有看到抱枕有吧。SSS 你好，有人要吗？135，没人要你也可以给我。红毅哥还有，如果没人要的话，有人要吗？五分钟被抢光了，你说想周边吗？哎，我在群组分享，我那天我真的很悠闲。哎，谁发红包？谢谢梦的红包，我在群组有跟群组的恋人们说这个故事。我那时候就因为我就是很想买乐天的帽子，不是帽子，袜子，不是帽子，我就是很想要买乐天的袜子。然后我每次在那个乐天要结账的时候，就我每次都想说我要跟其他商品一起结账，因为单买袜子还要运费很贵，可是我又没有那么多就是其他东西想买，就还好。阿西你好，雨你好，谢谢梦包。然后我那天就以为我都加好了，然后我要结账的时候袜子不见了，他们想说不行，我错过这一次，下次可以买袜子，不知道什么时候。然后我就又回去，袜子球员不送了，目前没有这个消息，去年好像有。然后我就想说啊，我如果错过这次买袜子的机会，我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可以买袜子，所以我就赶快又回去找袜子。可是袜子超难找，你知道，我以为有一个分类叫袜子，就竟然没有。然后好像叫什么其他配件区哦。然后点进去之后，袜子还很后面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完了完了，找不到袜子。然后等我终于按好之后，这都没了。就其他都被移，就是被移除了，就是购物车会变更这样，然后我就有点难过，但我最后还是买了袜子，我后来还买了一个帽子，我本来4993双的时候我就要买，可是因为499还是没有美运啊，我后来又买了我本来也蛮想买的一个中型帽，就我没有买任何女孩日的东西，我觉得真的很好笑。哦，我买了一颗球啦，我觉得球很可爱，所以我买了一颗球，我觉得很好笑。最后我的购物车里面只有袜子、帽子跟球，不知道为什么要跟大家抢在同一天结账，超好笑。对，我就觉得免运很烦，我一定要免运啊。后来就勉勉强强免运，然后2000出而已。对，凑满2000而已。谢阿贵厉害，为了免运真的是很辛苦，但那个帽子好看啊，那个帽子真的很好看，就是。因为我那时候没有买，是因为想说不知道今年会不会出新的，想说要不要等今年的。后来想想算了，蛮好看，就都买了。就有一个红色的中型包，很好看。思豪你好，谢谢阿贵的厉害。阿鹏鹏你好。对啊，我上次一批就算了，一批我没想那么多。谢谢旋转木马，谢谢修的旋转木马。哎，这个才是随机带对不对？是不是63呢？啊，这不是 Andy 思源你好。对，真的，可是我没有免运，我真的不行。我真的，如果这个商城就是有办法免运，我就会想尽办法免运。但如果没有，我就觉得我没关系，买4张就可以免运，我才不要4张哎！而且我跟你说，他们又送我一张，所以我现在有2张 EP， 但没送板夹，所以我板夹还是只有一个。休息室的下个短开始，你好，嗨，金米粥。我就是金牛座，就是对免运很执着的那种，所以我到时候收到帽子再跟你们分享。我买了一个中型帽，很好笑，很好看。板夹你抽中我的，真假的？你说你的专辑、你的单曲里面有我的板夹吗？哇，你很溜哦！下次来台湾带来给我签名。
对啊，金牛座很省钱，真的。就是金牛座，就是如果看到有打折或是有免运什么的，就一定要用到。翔哥你好，不然我们会觉得我们会彻夜难眠，就是整个晚上都在想，啊，我怎么没有抽到那个免运呢？静静聆听你好，谢谢翔哥分享。你抽到宋宋，宋宋也很赞哎。哇，你很欧哎，一张我一张懒懒，你怎么那么欧啊？我觉得你这个，你一般两张，然后一张抽到懒懒，一张抽到我吗？反正我用林轩要10元的，哎，可以哦，建廷，林轩也不错啊。胖成你好 ，Page 你好，哎呦，蛮多人抽到我的嘛。如果没有赶上签名会的话，下次群内有活动的话，可以拿来给我签名。老乔，谢谢你的厉害，谢谢伟恩的厉害。站着不，故意干嘛？一直叫。谢谢厉害，爸爸你好。昨天签名会也是很猛哎，狂签猛签。哇，转角站转两个角落。我觉得最近大家好像走好运哦。西西换到，西西你一定换得到啊，乐童哎。对，总有机会签的，没抽到，谢谢光临。阿龟抽到什么？有没有人抽到老板的？我很好奇，谁抽到老板的？抽到老板的可以换整组，你知道吗？超酷的！谢谢伟英的缘分相遇，早安家居。为什么我今天梨窝这么明显？哎，没有发现我今天梨窝很明显，还是我一直都这么明显？我平常都没发现。这是梨窝好明显。是梨窝吗？应该是吧。奥斯卡你好，很爱打的，对，而且很忙碌，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，谁来给我签都不知道，很好笑。因为太多人了啦，女孩也太多了。变瘦了吗？没有啊，我真的变胖了，裤子变好紧。真的吗？对啊，为什么我梨窝很明显？你球衣要全都原价收，赞赞哦。是自嗨哦，这太久连压到，有这种事？这礼物很明显，再吃还是变胖了、啊，再吃啊你就不要一直买啊，都是你们，真的那裤子变紧了，你这个裤子买就很紧，我这次穿了裤子之后，我真的觉得我好像真的要减肥一下。外面卖650，你说钥匙圈吗？哎，钥匙圈原价是500吗？还是 Julia 你好。张汤尼你好，阿龟棒棒，阿龟应该都收集到了吧？阿龟还有什么没有？200，还有650，哇塞！一个只要两，一个有那只要200，我以为500，我是练财啊，练财。对啊，周边好黑哦，希望他们都不要买到。嗨，吐司，吐司竟然有来看呢、欸！山姆你好，插大力牌。你说那个人形立牌吗？你说那个29999的吗？我有，我有，我不知道啊，谁？你们有消息吗？我不知道大力牌被谁买走了。上城你好，小欧你好，我好想知道哦。既然全部完售哎，好猛哦！八七八七你好，我不知道啊，一个来看我一次，真的有说到做到哎、欸，下个月等你啊，买来跟我说没有哎、欸，你应该知道谁，你要跟我说一下，有消息要跟我说一下，好想知道、哦，我想知道他过得好不好，我的立牌有没有被妥善照顾，谢谢你的幸运谢草，安家你好。很想要知道我的立牌要去哪里，要之后要住在哪里，住在哪一个家？等他想说，自然会说哦。好吧，所以我要耐心等待，是不是 ？Hello 高群 ，Hello 明轩，会不会是谁啊？不知道哎、欸，因为你们说不是我们这边的人，如果是我们这边，如果我们是群内的人，应该会知道。气色很好，真的吗？睡饱饱，12号就会到手，就会知道谁的。我应该认识他，谁啊？你的照片我都没买到，自然后他刚丢，安妮刚丢，安妮刚丢，关心一排，对啊，我是关心一排。Hello，
赵明轩，谢谢文艺缘分相遇。哦，就是他有点在考虑一下嘛，是不是？他有点考虑一下，说要不要买，知道吗？啊，他被抢走了，抢回来啊！谢谢你的厉害，好想知道是谁哦。对啊，本来也蛮怕卖不出去了。谢谢微雨的厉害，有点有还想说，嗯，真的会有人买吗？老公你好，夜影你好，好了，我等那个人就是想说的时候跟我分享一下。哎、啊，我最好你可以就是照一下我的立牌给我看一下，等他送，哎、欸，还没送对不对？好像这几天才会送，等他送到你家之后呢，我想看一下他即将在哪里落脚，他即将在哪里住下来。啊，真的、哦，对啊，因为如果没卖出去，真的蛮尴尬的。泽文你好，我也是忐忑不安呢、啊。谢谢文英的分享，每次问都先被换走，真的、哦。我觉得我现在的角度，觉得我可能不是最 top， 也不是最后面，但我可能就是一个人见人爱的感觉。哈哈，自己说。我买最新一期《泡熊杂志》有我，真的假的？为什么？新鲜感，对啊，新鲜感就是一个人见人爱的新鲜感。午休啊、哦，你要午休了，好辛苦了，可以休息一下。我的毛巾、证件袋，有没有人有毛巾跟证件袋？立牌比本人高啊，虽然40张毛巾，是不是？我是自己觉得，好害羞哦。对啊，明天就知道，今年是新鲜感哈，明年啊，你们最好都在啊。谢谢你的专业直播间，爸爸你好，俊杰好，我没有，我对你们很有信心，对你们很有信心，对，不知道明年学妹是怎样而已，我对明年学妹没有信心，但对你们很有信心。对啊，不知道明年的学妹怎么样。谢谢我一面守护选品，我的 logo 提过很好。还有帽子，哎、欸，帽子是没办、哦、帽子没办，宣传错。logo T 是不是还可以预购啊？大家赶快买起来！谢谢你的分享，让我在球场可以立刻找到你。谢谢爸爸分享。你也和我一样，在等待一句我愿意。懒熊出没你好，继续推，一定要的阿龟，谢谢鲍勃的厉害。潘朵拉你好，欸，我也是就是流转很久，这种事我也比他们有经验，对不对？你买了一件 M 一件 XL， 你说那个 logo T， 你怕你穿不下是不是？谢谢魏源分享。懒熊出没你好，玉凤你好。对啊，今天变好冷哦。其实昨天就很冷呢。你们昨天看球赛不觉得很冷吗？冷到我们都没有，我们都穿外套，还好有外套。对，风很大。但是我最近发型有进步吧？那个大家都那个张涵涵问我说这是谁编的？我说我自己绑的。然后他就说：“哎呦，你有进步哦。”我现在有进步，我就跟他说我一季一个发型，一季一个发型，上半季先双马尾，啊，下半季变冷了，所以放下来，然后编个辫子，一季一个发型。电报的小哥，对啊，你知道我们那时候要开场的时候，我们就说，哎，我们很像那个很怕冷的阿姨，这不是我说的哦，这是学姐说的，学姐说，哎，我们好像一群很怕冷的阿姨哦，你看人家。阿莫你好，重聚你好，昨天冷爆炸，但是排队还下来。对啊，你们好辛苦哦，你们要小心哦，不要感冒哦。国荣你好，我们就是一群怕冷的阿姨，这很好笑。辣妹不用怕，没有，我们超怕冷，都被干冰了。对他们很可怜，我真的觉得他们要不要穿个外套啊？还不错啊，而且真的蛮防风的，真的有防风。穿着跳，后来也觉得会有点热，所以我觉得是还不错，就蛮好的。阿姨娘，但我们那件是短版，不会有短版的，我那个外套都是长版的。肥羊你好，
我不是阿姨，没有，我说学姐说啦，学姐说我们看起来很像一群很怕人的阿姨，因为前面的妹妹们穿着小背心在狂风中跳舞，然后我们就穿着那个穿着外防风外套。与布丁邻居你好，哦，戴戴你好，龙龙你好，对，女孩特质，没错没错。橘猫你好，没关系的，大家各有所长，是不是？各有所长。Logo T 能在球场买到吗？好像不行哎、欸、，Logo T 好像是预购的、欸。要去小巨蛋了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我没有。不是西瓜就是林丹，没有，是以轩说的。女孩真是去被骂爆，你说在楼上的吗？可以这样，你好，医生君你好，谢谢可以这样的追踪，让你知道有我在，其实真的还不错吧？谢谢一三我的守护选品，哎，一三我后来也是怎么来签名会的、啊？你们都怎么来签名会的、啊？你们好厉害哦！楼下跳舞超级，对啊，楼下跳舞很挤。我朋友说你很可爱，该推他买周边了吗？对啊，该推了吧，家居。如果我是一朵花，哦，你们都去借卡哦，所以有借到就对了，那还不错哎。杰阳你好，要往何处去飞翔？我不知道，我等一下确认一下，我那一袋我都还没有开，他认卡，所以只要有卡就可以去啊。那你朋友没有要去是吗？杰阳你好，是这个概念吗？还是一张卡可以？没有，一张卡应该一个人而已吧，是吗？哦，你朋友七张，好猛哦，3-8你好，谢谢三亿人，都跟朋友拿好吗？你们都是这样出外靠朋友，我想说，哎，这群人怎么都有卡了？本来以为你们都不会进来，泽伟你好，结果你们都有卡，棒棒哦！出外靠朋友，大家真的是互相认识一下，感谢家具帮忙，感谢家具的朋友，大家互相认识一下，互相帮忙，真的，我们要越来越壮大。谢谢守护选品，拥有，谢谢，直接把55的，谢谢朋友，朋友很赞呢。希瑞肯你好。那个你的那个钥匙圈不是也不错，实的钥匙圈。谢谢超新星会员票，谢谢首选品。哦，昨天的花剧王我也还没看呢，等一下要看一下。爱情花剧王应该要改时间上的，还指导花剧王吗？花剧王应该要改时间上，不然昨天都在女孩日，怎么可能有空看？应该昨天的点阅率应该很糟吧？我来看一下。还是大家都追很勤啊，回家有看，你们好棒哦。后来想说留给其他人，一跟十真的很不错哎，有头有尾。我来看一下昨天的，我还没有看，跟洛彤。出去，哎，还不错哎。昨天的点阅率还 OK， 目前看起来还不错。我还没看，大家记得看哦。真的、哦，你比较喜欢庙口那个基隆庙口，你喜欢看到有外景的。谢谢这次的超星星会员票。其实不能拥有，我们是孤独的。我喜欢跟同乐组，对呀、啊，我也很喜欢。今天很闲，很棒哦。谢谢智者也分享语。你比较喜欢这集，你比较不喜欢，大家喜欢的类型不一样。这集主要就是我们去帮牧言。拍 MV 这样，不是我们拍，我们就做一些工作人员的事。我们真的有做哦，我们是真的有做，剪得有点乱，应该是因为他
的确也没办法掌握这个当时的状况，因为那天真的，因为我觉得探班，我觉得也不是，这不叫探班，这叫什么？帮忙的。我觉得帮忙的很难呢，因为就是你必须以你主要的人为主，以主要的工作为主，就是譬如说那个 MV 拍摄为主，然后对，就是的确凑起来会零零碎碎，辛苦啊，盖盖辛苦。我自己在现场都觉得好难哦，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做了，可是摄影机不一定有来拍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还要捕捉一些幕后花絮什么的。我觉得以那个就是那个花絮完的人手来说有点不够这样。毛毛鸟，对啊，松松一直笑我，他就是常常笑我。对，流程不易掌握，真的，因为我们必须以那个主体他们的拍 MV 为主，然后因为他们拍 MV 也超赶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也是只有一天要拍三个景吧，范文条，然后又已经一开始就有点 delay， 因为一开始就有点 delay 了，所以后面其实我们的节目组不太敢去要求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其实已经有 delay 了。谢谢 Gag， 谢谢 Gag 包。好久不见的 Gay 宝，兔兔爱心你好，英开你好，棒棒你好。然后我们就是后面有一点不太敢去打扰他们，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已经 delay 了这样。谢谢夜影的厉害，但我觉得蛮好玩的，在那边看他们拍的 MV 蛮好的。谢谢德作掌声鼓励，这两天都超难有好位置，没事，结束了。盛大的女孩日结束了，很疯狂的女孩日结束了，我们接下来球赛应该可以不会那么拥挤。我跟到几点？我跟到下午吧。那天好像后来有什么事，我讲得很好笑，真的吗？我的发言都很好笑，真的吗？我还没看呢、欸，我多好笑，我不知道，可以睡觉了，太早了啦，一点多再去睡。大叔嗨。对啊，而且你们知道那个 MV 后面真的有我们的名字，好感动、哦、我那时候看到想说，哇塞，也太好了吧！我们想说我们真的也没做什么事啊，这样。哦，一点就要上班哦，那你现在睡也没睡多久啊？四五分钟哎，1 2 3 2 3 3 3，谢谢你的分享。天昏地暗，谢谢分享。世界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，我想起了你，才想到自己，我为什么不要这样，好，闭目养神。对，特别感谢，我还跟洛彤说，既然有我们，我们两个那边看 MV， 我那时候好像去洛彤家，然后我们一起看 MV， 我说有我们这样，觉得不好意思，哦、我们好像也没干嘛。谢谢大叔厉害。阳光剧场，对啊。分不开，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。当然是另外练的啊，阳光剧场是另外练的啊。你说现在播木的歌好啊，但木的歌好像比较适合晚上，早上好像有点太嗨了。七八秒过去，普拉斯你好。木的歌是比较，木这次的歌是比较，我觉得比较很，就是要怎么说，很比较舞曲一点，跟他之前的又比较不一样，算是另一个风格，比较性感，然后比较妩媚那种，比较适合夜晚，开心一点。你好，我是黄阳，我想场地感觉如何？场地哦，你是说那个舞台吗？还是什么夜店风？对，有一点夜店风，那个舞台蛮普通的。这没什么特别啊，除了有升降台，但我们没用到升降台。青鱼你好，没有，也没有很好跳，因为它也是有点地毯式的。
用搭的，就也没有到很好跳。陪你，对，陪你我也蛮喜欢的，可陪你比较可爱，轻轻波。但是那一天因为我后来下雨，我觉得人好像走掉很多哎，就是后面很多人，可是前面有座位的地方都没什么人，很奇怪。当初大概是没有说哦，对啊，我是觉得普普通通，对。信耶，而且那个你知道那个水会一直洒进来，前面水会那个下雨，前面水会一直喷进来。把长官，对啊，长官真是，长官怎么这么快就走了 ？Rex 你好，长官都没留下来看我们。信化哦，信化你好，昌林你好，那个。长官可能不能淋雨啦，因为那个观众区要淋雨，但我觉得也是蛮酷的，因为其实准备这个表演的，准备表演的时候很仓促，准备这个表演就时间不多，然后很仓促，然后就是因为我们第一个表演是，对啊，话一讲就散了，我们第一个表演是 Rise Up 啦，然后第二个表演是那个跟谷谷一起帮谷谷伴舞的概念这样，然后但我们也其实也没有见到谷谷，就没有当天才有遇到谷谷，当天和这样。逸晨你好，然后因为我们就常常少一个人少两个人，所以我们站位真的从来没有，就是在那一天之前从来没有人数对过，你知道吗？就永远都会少人这样，在表演之前没有人数对过，大家都是空一个人。谢谢啊，超幸运会员票，所以其实就蛮紧张的，因为其实少一个人，你会不知道那边有人或是没人，就其实对走位来说蛮就是蛮不好的这样。雨辰你好，对啊，我们就是比较忙碌一点，很难凑到，真的就是想想，既然没有一次。完全走到，就完全所有人到齐，那你看起来还 OK， 对啊，还好，我们当天就是很机灵、很勤奋这样。我觉得是乐天女孩已经很习惯这种模式了，就是大家都能够在很专注的时候专注这样。天分高也不是，我觉得就是大家已经很习惯这样，就是因为我们在球场也是没得彩排、啊，很常这样，所以大家已经很习惯就是。在专注的时候很专注，这样当然还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小出错啦。两天哪一天比较累？我觉得第一天很累哎，可是很累的点是因为就是很不确定，就我们要中午先去彩排，然后彩完再回去球场彩球场的，然后球场的完，然后就开始跳应援，然后应援完，然后又走错也不会发现，会啦。如果大错的话，应该是说走错不会发现的都是小错。如果大错真的就会，如果撞到或是什么就很糗。谢谢小三肉这种突然有事了，怎么那么突然？跟家居吵架之后就有事了。然后我们那天就是应援完之后，然后因为我们没有，我们原本我们就预计七局走，可是到底七局是几点也不确定。然后那如果七局结束要七局很早就要不要聚跳也不确定，就是很多不确定。的因素这样，季风亮你好，所以当天很紧张，因为就是蛮不知道无法掌握状况。忘记中就直接站中，哇，他可以啊，他站中间就是焦点，你也不确定，找先看看。对啊，真的很多不确定。谢谢信化的分享，所以我觉得第一天比较紧张，可能没有吵架啊，开玩笑的啦。拜拜，谢谢超幸运会员票。但对我来说也是蛮特别经验的，就默默的跑去国庆舞台表演，觉得蛮特别的。谢谢素人的分享，谢谢 Gay 包欧比王你好。因为第二天我也没有表演赛后表演，所以就觉得第二天嘛，就是看大家表演蛮开心的。欧比王你好 ，Elvin 你好，谢谢红包，谢谢 Gay 包。今天可以休息没有哎？下礼拜还要验收哎，完蛋了。在一起走却就是绕口。看看哎，很想去哎，对，之前有去跨年表演对不对？很想去，如果真的能去跨年，我就会非常开心。
SC 你好，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。谢谢感恩的超新星会员票。这时候就会觉得，加入乐天女孩真的蛮幸福的，就是你加入乐天女孩，就同时可以解锁很多事，就可以突然间你就可以出单曲，很快耶。就是如果你要加入女，如果你想要有女团的这些事情，最快的方法就是加入乐天女孩。我发现难怪这么多人想加入，我之前没有想那么多耶。我跟大家分享我的心路历程，真的是我加入乐天女孩就是我觉得每前面都是难关，我要每一个就是譬如说每一个礼拜验收，我光想每个礼拜验收我就觉得压力很大，就是要很紧绷，这样都没有想到后面这些事情，这样谢谢阿红的一封信。然后就走一走，突然发现对耶，这样子又出单曲了，然后可以去表演了，然后如果有机会又去跨年，哇，真的就加入女团，就是加入这个女团可以解锁很多事情。谢谢阿红的信。对，还有上电视节目啊，录节目，这些都是对比较多活动的，真的资源很丰富，真的感谢这个机会。Frida 你好，真的蛮开心的，虽然我觉得真的是压力蛮大的，对啊，好多新的挑战，好多人一开始压力很大。你的小小 Q 线的追踪，我太不够温柔，尤其我又不是特性感或是特会跳舞什么的，就会觉得其实压力蛮大的。现在比较适应了，对啊，我会慢慢习惯，对，因为应该只说第一年我在想办法生存，这样希望我之后可以开心的享受工作，现在我还是比较像是努力生存这样。星星你好，对，还好没有选错，这样很爱很爱你，只有让你拥有爱情，越来越性感，没有越来越性感好不好，只是有这个机会，有这个机会让我性感，就一直都很性感好不好。开启了自己的心，对啊，开启了自己的全新的路线。谢谢家就超新星会票，然后可以有这么多自己的周边就很开心耶。对啊，不然其实你单打独斗或是在外面或是组团要做这些事情是很辛苦耶。对啊，觉得自己很幸福，就是前面的人帮我们打下很棒的江山，这样。谢谢这次的梦幻烟火，谢谢这次，每次想到这都会觉得真的很感谢前面的学姐们的努力不懈，就是因为他们我们才有这些机会，所以我们也要继续努力，然后后面的人才会有这些机会，我是这样觉得。喂你好，米塞你好，希望可以就是继续很稳定的走下去，这样。谢谢一块的掌声鼓励，只有让你拥有爱情，对啊，身体密码被公开了，可恶！期待有啊，期待，希望明年有机会。谢谢小智的极速浪漫旅，谢谢小智智，要准备上班了，是不是？希望明年有机会表演，这样。你很棒，还有我们，对啊，就有你们，还有就是，可能现在还就是只是关注我，不一定有入坑这样讲吗？谢谢大家的关注，好像乐天不会讲入坑呢。哇塞，开灯了，开灯，再开大城堡的灯了，谢谢志志抢红包的各位，逆天大出名，志志威武，我志威武，千位你好，谢谢分享。很爱很爱你，只有让你拥有爱情。威廉你好，我才安心。阿耀 ，Hello， 我袁威武，我改成我智威武。我觉得那个昨天我在跟林蛋讨论说，我就说你的真的很好笑哦。这林蛋的那个标志是对手林蛋，然后林蛋就说，如果对手得分了，就不能放他的照片，因为就破了。嗨，星影湾、亚南湾，对手林蛋真的很幽默只有让你有四包好赞哦！谢谢红包 ，Q
Hugh 你好，小小你好 ，Andy Young 你好 ，Hi 魏轩，亚楠午安，小老虎 Hello， 感恩红包什么，谢谢智智，阿 Ken 你好，智智开灯，智智好像三个就开灯了是吧？舒言你好，很爱很爱你，樱桃吗 ？Hello， 谢谢老巢厉害厉害厉害。只有让你拥有爱情，我才相信。要怎么告诉你我多喜欢？辣辣你好，陪着你不论白天或夜晚。你的人是Hello， 冠晴你好，疾风还有先抢的红包，耶，二三点。W 点默默你好，血压机啊，对啊，哎，这是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拜拜子，上班加油。应该是我哥在用。对、啊，这是血压机哦。Even N 你好。哦呦，这个今天的天气好烦哦，没开电风扇又觉得有点热，我去开个电风扇。啊，你要发红包？好。哦，你说我有小翅膀啊？真的、哦？那我要赶快去尿尿一下。我去开电风扇，顺便尿尿。哎，先抢完这包好了，好东西要做。等一下，哎，抢！耶、yeah, ，四点。好，我去尿尿。等一下，我先把我的商品拿过来。哎，我觉得扇子很酷哎，你们有扇子吗？你看，扇子下面还有吊饰哎。扇子这边还有 Rakuten Girls 的吊饰，扇子我觉得很酷哎，质感很好哎，扇子很棒哎，这个扇子我觉得很质感超好。不是普通的扇子用的。阿耀你好，这个扇子很赞耶，也很认真。陪着你不论白天到夜晚，谁在厕所？让我想守护着你，已经无可救药。谢谢分享。啊，上班加油，下次见。英语上班加油。好，我去尿尿了。要怎么告诉你我多喜欢？陪着你不论白天或夜晚，你的微笑让我想守护着你。飞鸿厉害，谢苹果帮我厉害哦，红包，我是第一名吗？该不会？耶，四声你好，好，对啊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扇子，哇，这什么东西？哇，极速浪漫旅黄金版。这个是有重大奖励是吗？这是有重大奖励是吗？咻！谢谢一般的厉害。下次选会不会唱歌？我应该不会唱歌吧？如果我要表演，应该会跟宋宋、雅涵之类的，应该会找他们一起表演。
我昨天看到这一袋里面全部都是封起来的，所以我都不知道是什么。但有专辑，谢谢球团的专辑，请大家多多支持。我现在有两张专辑了，哎，我可以，对耶，我可以送专辑。会有人想要专辑吗？我现在有两张专辑，还有两份明信片。大雄你好，草莓酱你好。我哥都乱骑，到时候我的挡泥板会吃很多泥。小你好，江新文你好，我要给我爸用，装到我爸车上，很帅，蛮帅的。哎，而且如果这样子的话，就路上的人看到就会想说这是谁啊，然后就可能会去查。哎，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效果，就跟那个公车一样。跟捷运看板一样，就是可以宣传一下。怪才也不错，对啊，怪在家里也不错。Hello， 影婷你好，谢谢罗广的分享。再贵我也买，真的吗？那你要买起来哦，把还有我还没有卖出去的买起来。对啊。这个很酷哎，这是一个宣传，我认真，而且我很爱看别人的挡泥板，我是真的会看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宣传还不错。有时候有一些挡泥板上面都有写一些很奇怪的字，然后我就会看。张文海姐，哎，你帮我在香港宣传啊，你帮我在香港挂的这个宣传，这真的蛮酷的哎，其实真的蛮酷的，500块。我之前听阿北桑说，哦，怕被偷走。对，我之前听阿北桑说，其实挡泥板成本蛮高的，可是我们应该是因为做很大量，但听说挡泥板成本蛮高的。我们做应该做很大量吧，25个人这样。因为阿北桑之前也有出，好像是抽奖的挡泥板。哦，这个你买不到，真的。这个我先看看有没有人要，有没有爸爸要装，不是我伯父要装，量太少了，所以这个一个人只有一个人只有几个而已是吗？每一个人都只有几个。拉拉里拉拉你好，如果我们还在一起。哦，真的哦，你看，那就跟阿布说的一样哎。因为阿布跟我说，这个好像成本蛮高的，不会，他们也没有做很多块，他们那时候好像也只做2-3块。Hello， 同仁与雅思啊，你好，两对也是2-3块，2块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他说这个成本很高的，没办法做很多个，有没有办法装的？先看爸爸要不要装。Hello， 99，这个蛮酷的，这装起来的话真的是蛮酷的。嗨，玉前辈 ，Hello， 嘉明，还有什么？啊，剩下的都是，哦，我看看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个完全没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埋伏在你始终，准备还要进攻，怎么说怎么错，你才会注意我。我有没有看错？这是立牌，这好像是立牌。你怎会为我失控？没有哎，好像是钥匙圈哎。咦？
对，这是六角行李吧。身体紧绷，微雨你好。有暧昧才精彩，随时期待。我来看一下这是什么。永远看不够。哇，这好可爱哦。埋伏在你四周，你巧克我失踪，你向左我向右，在路口又碰头。我有没有看错，柔柔也没看错。月亮你好，是我啊。你怎会为我失控，放下双手不为我发疯。这蛮可爱的，一前放开自嗨。对，徽章组好像没有。还有这是什么？出现在我左右，在你面前变得笨拙。望特你好，建州你好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我啊。可是什么是球衣版的啊？我看菲菲有一个是亮片服的，好可爱、啊。没有，没有小夜灯哎、欸。这是什么啊？竟然是这个！为什么要送我这个？他把九号送我，啊，我自己的衣服被放在里面。这个我完全，这个我可以抽奖，这个我完全可以抽奖给大家。不是、啊，他把我的衣服还剪成一块，还给我什么意思？爱神你好，为什么要把衣服剪成一块再还给我？出现在我左右，小动作在你面前变得笨拙，这是很好笑哎、欸！这个我，这个我一定会抽奖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这真的很好笑。哎、欸，而且我发现这个是超稀有版哎、欸，因为这个是52号哎、欸，我刚刚都没发现哎、欸。现在不帮我换成55号的，这是很稀有版呢、欸。大家会拿到52号的程序员。有翔你好，这是什么 SSS 级的哦？该不会是原味的吧？这个是啊，这后面是衣服，这里面是有一块衣服，是我们的衣服。大家把我们衣服剪下来，这样。对啊，这很久很久以前，很久很久以前。稀有版，噔噔噔，这个好像是立牌好像要煮的，好多东西哦，是乱送，不是啊？这个为什么要送我们啊？我真的很好奇，他送徽章组还比较好哎，这个送我很奇怪哎，忘记更改，对啊，肯定的、啊，他没有注意到我是几号。没关系，这样子就是稀有版，真的只有第一年会有这个球衣版秒杀卖完。哪一个？你说哪一个秒杀卖完？这个我看一下，这是什么？啊、哦，这个好可爱哦！这个真的超可爱，我最喜欢这个，这好可爱，虽然上面有我的三围，很害羞，好可爱哦！哎，我觉得 Team TP 也可以做这个，这好可爱哦，这超可爱的，这个好 Q 哦，这个我喜欢。这个赞赞，可大家真的不懂为什么要把三围印在上面。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回忆里，白昼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。 TP 没有， TP 没有， TP 也没有我原威武这样，唯一收到东西，真假的，这好可爱哦，我最喜欢这个，爱呀吧，
这个摆起来好可爱，好疗愈哦。反正这个好像还好耶，这个好像普通。如果跟灯旗比了，我觉得这个比较可爱。我想说，其实你很好，你自己却不知道。这个我要摆到我的房间装饰，让我管身材，有可能哦。贾鲁特你好。更重要，三围又不可能不一定是真的，但我可以说我的一定是真的，我连身高都是真的。自信心不高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贴纸吗？不是。三围五千不要。自己却不知道，真心的对我好，不要求回报。放下量子的黄金四叶草，过更好。大赢 number one 你好，你比自己更重要。抱枕，抱枕很可爱，这次的抱枕好蓬哦，有够蓬的。谢谢微微的彩虹棉花糖，谢谢大爷 number one 的分享，谢谢自由包包，谢谢微微自由包包，谢谢微微的守护选品。对啊，是纯铅纯硬版，是还有两种版本。恭喜微微升级，有两种版本嘛？那个抱枕。看起来不好抱，是有一点蓬啊，可能需要就是整形一下，把它的那个形状压好一点。诶，白玫瑰耶。好了，这个我觉得我先收好，到时候我看要不要抽奖。哦，真的哦，还有一般版哦，还有分那么多。先把它收起。随心你好。当然是硬的，对啊，纯硬是用硬的，怎么可能是我们亲的？是我们亲在，应该说是我们亲在纸上，然后给它用上去。如果是直接亲，应该很容易掉吧？金鱼脑你好，洗一洗就掉了。但是是我们亲在纸上，然后把它印上去。妮妮的你好，金鱼脑你好。那很无聊，哪什么很无聊？你说亲吗？不是啊，直接亲应该会糊掉吧？应该会掉吧？消耗里忘西，没有啊，真的是我们亲的，但我们亲在纸上，怎么可能是直接亲这个啊？可以抽钥匙圈，钥匙圈我还好，可以考虑一下。哦，卡片是真亲啊，卡片是真亲，卡片是真的亲，卡片当然就是真亲啊。薯条你好，钥匙圈。那是很可爱。PQU 你好，薯条你好，小猪公长胖你好。我把它摆在这。对啊，我最喜欢灯旗耶，可是好像没办法摆在直播间，摆在这里，摆在我的肩膀上。对啊，
这次的都好蓬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抱枕也好蓬。这次棉花有点放太多了。明天没有直播，明天要工作。我们要前进小剧场，我没有哎、欸，没有我。谢谢鱼的超新星会员票。有谁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不知道有谁，但没有我。哪里有公布这个消息啊？哒哒哒哒哒。你好，谢谢云的超新星会员票。哦，菲菲来，那菲菲应该有吧？如果他公布的话，应该还有。谢谢云的厉害，好，后天见，梦拜拜。谢谢云的超新会员票，登记有了，对啊，登记有了，好啊，你卖掉好了，看有没有人要。家居不是想要吗？家居你是不是没有登记？小公主明明你好，有一个人，而且这个登记还可以这样动，可以变这样。家居不是想要登起吗？这个月直播都很有吗？没有吧，我这个月直播也很多耶、欸、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花生你好，一个人，伟伟嗨，米塞你好，你是傲恨也没有人见证。谢谢伟伟的超星星换票。在练习一个人。郑源你好。回忆是傲恨我一个人生存。明天有一个很酷的工作，当然不算工作，就是算是友情赞助。好，明天你们就知道了。诶，明天不知道会不会知道。一个人寂寞需交根，回忆是傲恨也没有人见证。昨天竟然是签名会带的朋友，真的。可是那个弟弟是真的因为没有签完哭吗？还是太紧张啊，因为弟弟来跟我签名的时候他就很紧张哎。一个人共存，我想说弟弟好紧张，可是弟弟好像很常来球场。然后那时候是快结束，我不知道是怎么样，我没有跟到弟弟为什么哭。乐天女孩202你好。TQU 你好。我总是一个人在练习一个人。哪里有发我看看。哦，看到了，这个没有我。明星哦，掉地上水哭吗？不是因为签不完哭，是他的明信片飞走，好可爱。昨天风真的很大，不觉明观看。谢谢知的缘分相遇，是专家。但其实弟弟真的速度比较慢一点，就他可能比较紧张，比较害羞，看得出来他很紧张。Hello， 神灯精灵鼠仔呀，只能自己剪，自己剪啊！这些男生们，对不对？
尔虞我诈。赛季我十五号看完就结束。哎，还有补赛耶。听到请回答。我之前就是直播一直偷播这首歌，在内心复习。哦，好啊，冠军赛见。我听到请回答。对谁说话？他或是他挂在身上吗？你到底听到了吗？这个很厉害，听到了吗？好像是五队啦啦队的联合表演，是不是？貌似好像是这样。感觉听见掉刘海的第一次挣扎。好，我今天也要早一点下播。你问我长大以后还有没有什么？没有人丢的去解答，没有人是专家。在不确定的世界里被童话。拜拜。十二月二十八号，五队应该是五队啦啦队选人去吧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这个工作，但是没有我了。拜拜，这拜拜带 number one。他或许他有听到了吗？泰勒小孩你好，嗨陈宇，播到一点半。对啊，等正式公布。谢谢 Arvin 的摘星福气包，感觉好像大家中午比较忙的现在。谢谢，是不是六三啊？外星人你好，谢谢伟伟的分享。谢谢赵恩的厉害。现在很多时候都一点半，因为大家好像都也在忙啊。谢谢赵恩的一封信，不要太早说死。也是有可能的，对。好，不要太早说死。小慧你好。你不是说不要播太久吗？谢谢家居的红包。谢谢赵恩的信，谢谢家居红包。你看，青也要去上班，拜拜，瑞荣拜拜，还没啦，还没，快了。谢谢家居的我的观众。谢谢老乔的厉害。我不会怪你对我的伪装。谁说不要播？你啊，你不是有说不要播太久吗？对长翅膀满溢沉落吗？小智你好，谢谢一三五的厉害。还是我听错，还好你都上班头顶。哎，今天是雨男生日，哎，生日快乐！小风你好，没有没有，你好像有一次说什么，哎，我忘记了。爱提熊你好，对你好像说主播不能播太久还是什么的。因为我有点忘记了。生日快乐雨男，没有谁能把你降临。安妮你好，你是我的专属天使。是神傲天你好，谢谢阿贝的掌声鼓励。是啊，是你，真的是你，你在我心上，只剩有一个
数天时，我哪里还需要别的愿望？对啊，惠妮蛋糕掉了。对，惠妮是国庆宝宝。苏伟你好，点点还有。样子像是想去的地方，就是我的方向。刚好我今天喉咙好一点，不要过度用好了，不然我前几天都好干哦，就是边跳球赛的时候跳一跳，觉得喉咙好干哦，然后又不能又没有喝水，然后就会一直咳嗽，可以跟一起吃了。对啊，好尴尬哦。我们在另一边想说发生什么事。Kiwi 你好，小羊你好，没有谁能取代你在我心上。红毅还有，我现在好很多了。对啊，我现在好很多，只是昨天真的是跳得很干，现在已经好了。谢谢小羊自由的娃娃。沉睡哦，绝望。现在已经可以唱歌了，对，一个礼拜竟然就这样过了，明年再过，很烦呢，可以不要吗？谢谢幸运的超星星打够，谢谢大家的分享，大家都要小心。梦姐也很容易，也一直在过，最近很多人在过。我生日不会有，哎，有哎，有可能哎，对哎，我生日有可能会有球赛。对啊，最近都没有新活动，好烦哦。还有只好继续选这个超新星争霸战。哎，既然有第九名，是阳光包对不对？那没差。昨天首播很赞，你说花居丸吗？还是什么？我先念一下钻石宝。但我睡觉还是比较容易咳嗽，睡觉很容易咳嗽，躺着就很容易咳嗽。谢谢钻石榜第五名阿龟，这个阿龟这个照片脸很好笑。谢谢第四名是心仪，谢谢心仪。谢谢第三名阿尔宾，谢谢第二名修，谢谢修。谢谢第一名小智智。后天会播，后天会播，明天不会，明天的工作是一点到九点哦，因为明天没办法播。只要命运和明，你十三号会直播，有鼻涕倒流，好像有一点，那就好。怎么了？后天两小时，好啦，希望哦。你男生日快乐，好。猫仔你好，谢谢红玫瑰，谢谢瑞龙的红玫瑰。突然心。漂亮上衣，谢谢瑞龙中大奖，谢谢亚楠的我的观众，好吧，抢第一包，第一包玩。之前冰俊你好，谢谢瑞龙的分享，他居然的衣服不好看，可能是他们的制服哎、欸，对啊。但是他们的制服，那其实他们也是一直重复洗、重复穿，不知道之后会不会卖换制服，白色比较好。对啊，可是我好像都拿到粉红色，每次都拿到粉红色。飞鸿你好，某某你好，希望他们冬天可以换制服啦，不然很冷哎、欸。对耶，如果他们冬天不换制服，会冷死哎。杰王子你好，啊，大家拜拜。大家拜拜，后天见，明天没有直播、哦啊、大家记得要看那个花剧玩哦，大家拜拜。阿尔敏拜，雨南拜，秀拜拜，龟拜拜，赵阳拜拜，葛阳拜拜，大树拜拜。对啊，冬天应该要换吧。梅阳拜拜，瑞荣拜拜，杰王子拜拜，梦拜拜，飞鸿拜拜，大拜拜，豹拜拜，一三五拜。现在是你的厉害，现在就有点鼻塞，其实后天见。是
拜拜，我也拜拜，我也拜拜，郑宇拜拜，红哥拜拜，亚楠，今天亚楠厉害，天心也厉害，亚楠拜拜，雨楠生日快乐，大家拜拜，杨公公拜拜，科技拜拜，高旭拜拜，漂亮，想你，多抢一包，对啊，多抢一包，那不然等38秒，拜拜，柠檬。呱呱拜拜 ，Rex 拜拜，大家拜拜，记得 YouTube 要看一下哦，我的那个探店也要看一下哦。好，没问题，大家也要注意天气变化。看着天空，看一下探店。哎，探店要看一下哎，大家，大家探店都不看，我真的救不回来。多多分享一下，谢谢大家。对啊，店的点阅都普通。好，拜拜，后天见，大家见，拜拜。谢谢，谢谢支持。